趴着，趴着。等一下，我说趴着。苏博伟不。像你说他有电击枪是不是？他有电击枪。趴好，趴好。哥趴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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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趴着。等一下，我不舒服。趴着，舒服我也不舒服。趴，趴着，趴下。先到后面。上炕，给，上炕，手放后面，手放后面，不然不好意思。局员警在八日三时许，在北新路一段拦查33岁的郑姓毒品犯嫌，起初郑嫌假意配合员警逮捕上铐，却趁机从外套取出辣椒水及电击器攻击员警，并向员警挥拳，激烈反抗拒绝，造成两名员警面部头部挫伤红肿以及身体擦挫伤，员警立即通报支援，并负伤英勇逮捕犯嫌。全案警讯后，将郑嫌依毒品拘提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市地检署侦办。